那这个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两个开始比啊。对啊。你们比什么比？哎，你这样，比。对。听海涛报仇。把他撂倒。你这个。就行了。来，徐根秋上啊，周队锦鱼。随便，随便了。你要说什么？加油加油！哎，怎么在垫子外面就开始鞠躬了？两个人杀进来。帅帅，这个有什么动作，有什么要说明吗？ 这个你想怎么飞出去啊？你想怎么把我飞出去？哦，用更美的方式把你飞出去好不好？你看着办吧。我们飞出去是可以商量的吗？这是他们好像一切都是有商量的。我们这边很厉害。你们飞出去。这段对话很尴尬的样子。开始。欢迎。小心小心。哎呀，小心啊！你的迂回一下，迂回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不要！来，走走。 真的是一个很精彩的运动。我想说一下，我们这边开始真的差点赢，是不是？哦，徐飞秋，因为徐飞秋没有练过巴西柔术，其实他刚才。